哎，各位观众，感谢持续收看奇哥、达哥、其他这一家哦。那今天又是星期六了，时间过得很快哦。今天2020年的五月的朋友，星期六哦，六月十三号，今天是星期六了哦。不知道各位过得好不好？那如果有常常在追踪我的，应该知道我二哥去住院，所以今天也是忙忙的，等于是早上先去医院看他的准备开刀状况。后来恢复蛮快的啦，其实哦，人的健康啊、强壮真的差很多啦。我去研究了一下，说他的那个蜂窝性组织炎的问题，就是肿胀嘛，要开刀做清创，那做全身麻醉。哦，那我记得好像8:30多就进去了，啊，9:30多就出来了。哦，真的啊，再来说要一般人家说全身麻醉要等1小时啊。他竟然不到半小时就已经在恢复室挥挥手，说他已经好了。所以说吼，真的还是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说啦，健康很重要，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好好顾好自己的身体吼。该休息该休息，该娱乐就娱乐，就像我一样哦，该娱乐就娱乐哦。那该休息就休息，所以一般我都玩到10:00多。那今天可能会稍微再多玩一下下吧，因为现在目前有几个观众朋友在跟我邀约说要做游戏玩乐啦。好，那现在先上线直播跟各位问好。那目前我现在已经挂在圆空这边了，因为我之前有跟各位观众朋友说过，我是一个当一个简单的圆空客服，那有什么样的可以帮忙的就尽量去帮忙，那有什么样能做的就尽量帮忙做，因为说实在很多东西要学啦。我常跟各位观众朋友讲过了，因为他要学的东西很多。那一天跟他们开完会是有说吼，要玩那个一些资源区或者是资源买卖，让他们去做一些，做一些那个方便花游戏币去买材料来盖房子的。那后来讨论之后咧，觉得哎，还有很多可以学的，比如他们讲的用爪哇、用网页去写武器、写装备，就可以看到说，哎，这个东西怎么样去让它更强、更好玩哦。那还有材质包的设定、光影包的设定，就像现在目前我的。好，现在光影包各位可以看一下，这个草会动有没有啊，草会动啊，还有光影的水啊。哦，因为我那一天用最高档的光影包发现一点状况啊。哦，那就变成说有点问题产生。那今天也有一个帮我做一个剪精华，好，精华在抢匪那个频道。好，那如果各位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说我们 AW 帮我做了一个精华，好，那也蛮有趣的。那也非常感谢他愿意帮我免费的支持做我的这个精华，可以让各位朋友看到说不要太多废话。那我就跟玩家讲，有什么要玩的记得打字留言去做一些说明，我们才能够帮你更多。奇怪的 V 峰哥好。等一下我看一下隐形消失了。好，那我先去我的 DC 看一下，那游戏频道应该可以讲话吧？我们拉下来看看好了。嗨，峰哥，拉到 DC 了，你要讲话可以先讲话，因为我现在先这边逛一逛，走一走。对啊，那神秘人也要玩啊，他说跟我约9:30，那我就说我要先晃一下嘛，我还是每天晚上的直播该做的还是要做一下，虽然。很忙哦，但是我还是要帮忙。好，对啊，你如果要玩的话，就准备一下。等一下重开 Happy Show 吧，因为我昨天，大概前天吧，前天 Happy Show 开起来有点状况产生，就是好像会有顺梯吧，也有可能我点到吧，不晓得。好，我现在先到员工这边逛一逛了，逛一逛，说各位玩家们有些盖的房子啊，还有光影包看顺不顺畅，因为我现在光影包开最低阶的。开最低阶的再试试看，不然的话那个啊会当掉。那帮我打帮我剪辑精华的 AW 也到我频道上问好了。你好 AW。我要看一下那个麦，峰哥你的麦可能会吹到电风扇，你要稍微看一下。你看我都常跟玩家说，请唱首歌来听听吧。可以啊，现在讲当然可以啊，现在没有问题啊。对啊，哇哦，所以我都觉得哦，圆空的地图如果养得好，真的玩得很开心啊。
之前就是没办法全心全意去帮忙伺服器，所以我也不敢开台啊。因为开个频道要24小时开，随时有问题就要张开眼睛哦，做维修，做重开机的问题，不然有时候电脑会挂掉。像他们刚刚好像下午也忽然挂掉啊，下午也忽然挂掉，有人联络之后，好像七点多有我们的写我们的那个副本一、副本二、副本 1.5 的我们 TK 也帮忙赶快联络之后帮他重开机了，让他的电脑能够顺畅哦。那我们也一直在提议说，看未来会不会再增加一些新的功能或小游戏啦，因为小游戏还要再做一些更改，因为它插件会有影响。插件会有影响，就变成说它会当掉或出问题哦，所以玩家可以看光影包的好玩就是这样子，光影还有云、太阳都不是埋块服的感觉了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以前从八月份开始直播，我常跟玩家讲，我会到处巡逻、到处逛，看一看有什么异常的一些状况啊。你看，那阵光影有没有？哦，都会看一下有没有异常的一些玩家，因为我们常跟玩家讲啊，伺服器要稳哦，一定要有玩家去做互相的帮忙。我们常讲的，互相提醒的，不要说恶意的挂网哦，恶意的囤怪，造成伺服器的过热啦、延迟啦。那这两天如果玩家有在看新闻的话，应该有看到啊，最近有人讲说小朋友的手表啊，为了帮他定位爆掉了，听得很可怕。那又说了他的那个 iPhone 耳机爆掉了，很可怕。那到底是怎么样？后来网络上是有人讲啊，新闻也有报说，基本上哦 ，iPhone 的耳机啊被车碾过也爆不了啊，为什么会爆炸？对不对啊？那个手表会定位的啊，会怎么样的啊？其实那个也有人讲啊，做手机的行的常跟我聊天，他说，啊，就有的玩家碰到水硬说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没有碰到水啊。哦，各位玩家不晓得知不知道 ，iPhone 手机正常里面会有四指，哦，有一种叫做四指的东西，它会触碰到水的时候会变成粉红色，哦，会变色。原本是白色的一张纸，它碰到一点水汽，它会慢慢的变色。那如果浸泡到水，它就会变成粉红的感觉。因为网络上会有讲啦，那我昨天跟我们手机行一个老板在那边聊，他是跟我说，很多客户碰到水，他就说没有，我喷到而已啊，我没有掉到水里面。哦，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了，今天送手机行修，他为什么一定要问你这个？就是他要确定你是要送原厂还是副厂。哦，各位玩家要记得，有什么差异呢？哦，原厂他只要发现了你的违规泡水啊，对不起，一切去照他们的 SOP 的一个流程哦，一个工作流程。他必须要照流程上面去做处理，就是第一个，你已经是人为的损伤了，不属于我们的一个器材耗损。我就像我们常跟玩家讲了，你今天如果是买一个手机来，七天就挂了，那七天内保固可以直接退。那如果说你是七天之后发生一些异常 IC 出问题，那就是他们的一个状况产生，那就变成说他就可以帮你做维修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是他们的 IC 的问题，不是我们人为的疏失的时候。那他们都要处理的哦。那如果说有些玩家会说啊，那怎么办？到底要不要诚实？哦，我还是跟各位玩家讲的，还是要诚实以对啦，因为手机行基本上他也是要帮助你哦，只是因为现在的层次不齐哦。我们常讲的老鼠屎哦，各位玩家如果知道，有些老鼠屎就是很容易造成一些问题，就是明明一锅粥好好的掉一颗老鼠屎，大家就不想吃了。好，但是奇哥会吃啊。生活奇客只要看到老鼠屎，大不了挖掉一碗丢掉嘛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从小已经刻苦耐劳习惯了，就是能省即省，对不对？但是以一般的人会觉得一颗老鼠屎哦，就像我以前有遇过一个玩家，他的杯子哦，比如说这个杯子哦，我喝这个的杯子哦啊，如果说忽然一只小强爬过了，他可能说我不要了，就直接丢垃圾桶了。好啊，或者是说有一只小强，小强掉到杯子里面了啊，我不要了，就丢了。但是我们有些人会觉得说，不是洗一洗就好了吗？对啊，真的、啊、有时候会觉得说，真的、啊、洗一洗就好了，为什么要丢掉？但是在心理学上面在说哦，其实这种是人的一个心理层面的恐惧啦。我就跟我常跟玩家讲的，你今天
跟你讲了，要住院了，为什么？要开刀了，为什么？你都会一个心里都一个不安的因子，就我们常跟玩家说的，你对未知的东西会有恐惧感，哦，会害怕嘛？因为你对未知的东西会觉得，到底会怎么样？哦，就像你如果有去看我们其他这一家，我们达哥哈，哦，之前就有分享过，他说住院，他进去的时候，因为要全身麻醉，要割胆囊，哦，胆囊结石，哦，胆囊结石要割的，他就说。那时候进去的时候，因为他衣服都要全部脱掉，要穿到那个开刀的衣服进去嘛，就躺着床推进去。那推进去之后呢，手术台的台面不是温热，不是床哦，是冰冷的铁板哦。这个应该要去研究为什么要用冰冷的铁板呢，啊？哦，那个一定事出有原因，为什么它不加热哦？那 OK， 那就进去的时候，医生就会跟他说：“欸，那个你可不可以爬得上去？”他说：“哦。”好啊，那我就爬上去啊，他就爬上去之后，医生说，欸，这样可以吗？别倒是护士很紧张，说因为第一次开刀人都会害怕啊，对不对？就像你没有经历过，要去学这一块，就是要去适应它，去练习它。我就跟生活奇哥一样，每天在做直播，游戏抢匪这边玩游戏，也是每天在那边练习，每天在那边看。不然你说在开直播，欸，怎么开 ？OBS 怎么用？直播系统怎么用？欸，版面怎么排？你要怎么去设定画面？就像我讲的，我现在是双萤幕。那目前我的频道 D 欸那个什么，我的 DC 频道有来我这边聊天的，就有现在有四位好友加入我这边了。好，那我常跟各位朋友讲说，有机会就是加入，我们可以做聊天，因为生活分享。那本身我是在台北新庄万华这边做客户服务，我是上班族，但是我们学的东西是任何的疑难杂症都要去做。哦，那我们常跟玩家讲，你要想聊，我们就可以聊。哦，但是在这边，我常会跟小朋友讲说，诈骗的很多。哦，我们常讲骗术的人很多啦。那你如果要防范这些东西，真的很难。哦，好不好？很难，因为很多东西人家要骗你，你真的也无可防范啦。因为人家都是准备好来骗你的。哦，像比如说手机亮一声就断线了，为什么？哦，啊，或者是说打来跟你说套交情的。哦，或打来跟你说，欸，那个谁，我是谁啊？哦，就跟你交朋友了。但是你要说他是真是假，是真心帮你，还是要害你，不知道。哦，就像我现在跟我的其他这一家有一个脸书认识的好友是东大八号，哦，东大八号是钓鱼渔船，他现在应该在海上的。他们每天就是白天一班船，晚上一班船，他都会出去海钓。那未来我的希望也是啦，因为总是要把人生过得开心嘛。比如说我今天来玩游戏。那我今天没玩游戏的时候去玩玩海钓，因为海钓可以去我们其他这家去看，我们都有海钓的记录，就是类似说他晚上可能六点多、五点多、六点多在深澳渔港，深澳渔港那边很多渔船会带玩家出去，一次可能有800到2000都有，那晚上还有宵夜，也蛮有趣的啦。其实跟观众朋友讲这个话题，我们就可以聊很久了。去钓鱼，他们现在9点应该是在海上正在拼命，那。渔船有渔探机，那船长有船长的功夫，他就会带着很多玩家去玩他们想钓的鱼。那我也是因为在线上看他 po 的照片很棒，那我有跟他说可不可以免费帮你做影片。其实这里是个起源啦，我们常跟玩家讲的起源，你在做到的这一块的时候，你会发生很有趣的事情。因为本来不会想做直播，本来没有玩直播，就因为刚好机缘巧合说，我每天帮他做照片，做到你会做剪辑。哦，会配音乐，哦，让它做成影片，哦，再慢慢的去学剪辑，就像我们现在我的 AW 的阿伟他一样，他帮我做精华，那真的感谢他啦，因为我们常跟玩家讲的，就跟员工伺服器一样，我们是免费的帮助你们，哦，让你们可以在这边玩游戏，哦，那有什么样建议，有什么样的做法，我们尽量去做改良，哦，不然有些玩家都说啊，这个怎么样，这个怎么样，因为。就像我们现在的中华民国政府一样啊，我刚刚看新闻就讲了，一位国高中生吧，他就问我们的英文总统说，总统啊，哦，明天好，明天晚上好，他就问一下说，欸，总统啊，我问你啊，你既然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意见，那你要如何做到这么好？尤其全台湾2300多万人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意见，你该怎么办？哦，这就回归到一个基本点，我们要如何让大家过得快乐？哦。啊，你要让2300万都满意吗？不可能。但是你总是要把一个基准点的一个数值拉到上层。我就刚刚昨天我在看的，全台湾有钱人的
差很多哎、欸。哎，志佳晚上好。哦，全台湾的那个有钱人的比例才1%呢、欸，其实没有钱的人是70%的、欸。所以有时候想想，真的，人生啊，你怎么过，怎么活啊？哦，就像我讲的，上班族一个月领35,000，好，那你的每天吃100块早餐，好不好？省一点好不好？50块，哦，中餐50块，可能买不到啊，因为这台北嘛。那你如果晚餐再吃个50块，哦，一天最少给你吃个200块，不小心喝个咖啡300块，那一个月你吃20天就花掉6000块了，哦，6000块哦。所以人家常讲的，一个年轻人要不吃不喝几年才能买得起房子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哦，那我们一样再带入我们的游戏抢匪这边讲的，这个是 1.5 副本。好，那这边也是要感谢我们的 TK 帮忙写这些副本的一些东西啦。有些玩家说啊，很简单啊，就写一写，打一打、啊。哦，你没有做过哦，不知道。真的跟玩家讲，你没有做过不知道，做过之后你才会知道说，天哪，原来这么难哦。嗯，我要开上帝模式，不然還被打。你看，你看，他有做这个有没有？一副正确路线，但是很多玩家不会看啊，因为像今天下午脸书也有人说，请问洞窟在哪里？哦，玩家，我问你，请问洞窟在哪里？好不好？有时候觉得很好笑，哎、欸，你怎么不会去 Google？ 不会去 Google？ 也有好的人会建议啦，哎、欸，你可以先上网去爬文。哦，因为你只问一个 A， 可以延伸出 B、C、D、E 的一些答案出来。我就跟我常跟玩家讲的，你今天在我的直播平台上跟我聊天，哦，我就可以跟你分享一些东西。哦，就像我以前从2014年玩埋块服到现在，很多玩家跟我认识久了，他都会发现说我很会讲。哦，也有曾经说你讲的都对的，其实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，我也可以反推我自己的不对啊。对，但是没有人会有神经病这样子吧？反推自己，骂自己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边，诶，一路的深渊副本，那他全部都基本上是有设定 VIP 一才可以进去，不是的人这样走不过去，他会撞到墙。哦，那这个也是要写程式的哦，不是像玩家讲的啊，就贴个木牌、贴个纸牌而已啊。哦，不相信的就来试试看。哦，这边都有写，有没有啊？进来的话，这边都有一些说明。哦，但是玩家很多不想看，都一直跳过去。有没有看到？它那有光影，有没有？前面是暗的，你走进来之后会发现变亮。哦，这是宝区的插件。哦，一个伺服器要开免费的时候啊，哦，真的你要花很多心思啊。有人要花60-70个插件。哦，就像我之前帮一个伺服器讲，他装60几个插件到70几个插件。那你说这么多插件怎么做？那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你装插件有的要花钱哦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有钱的人家才会认真做嘛，就跟直播主一样啊。你今天有赚钱，你会不会认真做？哦，就像我这样问同事，问我们这些朋友，今天有赚钱会不会认真做？会啊，没赚钱呢？不要了，那么累干嘛？啊，我去休息，我去看漫画，我去看动漫，我去看影剧，我看日剧、韩剧，对不对？还有大陆剧哦，或者是去我去看卡通啊。你说实在的，这就是你选择的开心嘛。就像我像常跟玩家讲，我来今天跟你们陪你们聊天，陪你们玩游戏。也有人说这样可以学到什么吗？很多很多。哦，常跟玩家讲，很多东西你怎么去想，你学到的是什么？你从什么角度去看？就像我这只手拿出来的时候，你说哪边叫背面啊？这边叫正面。哦，因为在医学名词有医学名词，以传统概念有传统概念。以每个人的角度又不一样，我给你看的这个叫做手背，哦，转过来这个叫手心，啊，对啊，那你说什么叫正面背面，对不对？那有的医学名词，还有一个叫做民俗的一些用词，就跟我们钓鱼一样啊，有些民俗的话语，你给它拿来翻吗？很难，哦，所以玩家可以去注意看到啊，现在有些在讲台语的，你会发现很好玩。国语翻台语没那么简单，哦，就像人家讲企鹅啦、长颈鹿啦，哦，这最基本款，啊，你要怎么去翻译？哦，这个很有趣，玩家可以去看看聊聊。那一样，我们在游戏抢匪这边还是跟各位分析一下，这上面都有字，哦，可以看一下。那他这边进去的话，各位可以看到，这是一砖一瓦叠出来的，哦，这不是复制的。我，哦，常跟玩家讲，这不是复制贴上哦。哦，不是小木斧哦，因为小木斧只有做方形、矩形、长条形、圆形，哦，或圆柱形，
就是这些。好，那我先隐形好了。哦啊、各位玩家可以看这边的怪物就不一样了 哦有不一样的造型哦，有没有看到木乃伊哦？你去哪边看 Minecraft 有木乃伊、哦、各位玩家可以去看一下 Minecraft 哪边有木乃伊。好、哦、我这个是没有装材质包哦。哎，神秘人好，我看好了，我这边看弄好了。好啊，等一下开还那个 Happy 手嘛。哦，等一下开 Happy 手，是我等一下拉你吧。哎、欸，你要先叫我开 Happy 手还是什么？因为我现在在原空啊。那我晚一点吧，我可能就三十分钟。我现在在等你啊，你说晚一点要怎么配合你啊？我在直播，现在要配合你啊。你说不说要玩游戏？我晚一点玩，因为我现在还在处理东西。好啊，那你就先用啊。那我先跟峰哥去玩啊，峰哥也在等我要玩啊。哦。我看峰哥要带我先玩哪一个啊？因为他之前带我玩那个床战的一些小游戏还不错哦。好，那我嗯，我去跟线上直播玩家在分享说，你看这些有没有防御力不够强的就会这样趴死。我们的 CATKILRT 被同化成黑面皮鹿。峰哥说，开大声一点，你说。我说你不在线上 ，IP 手对啊，哎、欸，我要开啊，我要开啊，我现在在那个啊 ，OK， 我在员工啊， okay. 我在员工才能聊啊 ，IP 手那个啊 ，IP 手我不会聊，哦，我先去开那个 IP 手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我游戏抢匪是直播啊，就开个直播跟大家聊天。玩游戏做分享，那现在目前那个我们有个 AWR 伟，他说要帮我剪精华，我说 OK 啊，你就剪看，我们来玩玩看啊，因为帮你打广告也可以帮我打广告啊，互相帮忙，互相学习啊，不然我现在也没时间剪了、啊。我哥跟我说我那么多影片可以去剪精华了，我说，剪精华哦，会像学生一样，有没有？叫你看书你会看到睡着，对不对？每个人就是叫你书打开，哎，开始看书。我就开始 ZZZ 就出现了，有没有？台币手我在开了，我开那个你跟我讲那个背 line 哟。对。哎呀，你看我连这个都还不太会念。没有，我也不太会念。会啊。哦，所以各位玩家可以看一下，台币手的线上有75915人，但他限制人数变85000了。之前他限制好像是到100000吧。哦、那有时候经营，有常跟玩家讲，经营都是要钱的、啊，所以他们也是要酌量去用。因为如果人太多，被卡太多人在那边的时候，他会变无法让伺服器稳定。我们常讲，资料太多就会问题很多。我进入了、哦，峰哥等你邀约，我看一下60秒加入 AUOFH 吗？对，这个是我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点到加入吗 ？Check here join、欸。哎，对啊。哎，我不能加进去吧？有刚刚那个忽然跳一堆 ，You are ever in the party, live it to join。我加不入你的等级耶。你要再要一次吗？还是我没有 VIP 的关系？你在啊？有我在线上啊，我在 SPAWN 的大厅啊。你在不是啊？等一下，峰哥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不是在吗？对啊，我刚刚加不了你啊。没有你，因为你可能进不去。可能怎样？啊，要玩什么？玩什么？没有看你啊，看你能带我玩什么就一起玩啊，玩在直播。现在只是队伍加不进去耶、欸。啊？我有加到你的队伍吗？你有啊？有齁，好。因为我就跟你讲，很多我还不太会看啊。OK， 那个，我看你啊，看你要玩什么，我其实都没差。看我不巧，你介绍啊，你就介绍，我们随便找地方玩了、啊。因为我之前玩一两样，有些英文的看不懂啊。
你看，觉得我们两个人有什么可以玩的啊？就玩玩看啊。啊，做直播做记录。那这个做一下，等我弄完可以玩吗？我们就一场一场玩啊，神秘人等一下好再来啊。床战吧，还是怎样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先玩床战，我先玩手机啊 ，OK 啊。等我一下啊，我先拿东西。好，我再开那个神秘宝库。哦，所以跟玩家讲啊 ，Happy 手它里面很多小游戏、小东西，哦，你都可以去领取来玩玩看。哦，那我现在开这个，只要旁边那个有开启，我就会被影响，所以左边可以看一下。同时，这个玩家可以使用神秘宝库，有没有？哦，那它随机性还有每周吧，反正有空你就上线，啊，去看一下说，哎，有没有宝箱可以拿？那还有一个钻石点数，哦不，哦，还有很多东西，还有点数兑换，其实很多可以玩啦，我也还没玩那么多。那这边礼包有分 VIP 的 ，VIP 加 MVP、MVP 加，哦，每日奖励，玩街机的游戏。创造云点社交媒体，哦，很多。那你可以看一下我这边有收藏品，收藏品的话我上次有做过解锁，有没有？这边就会写我的宠物，哦，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宠物的名字，哦，我们随便叫这个，欸，羊，蓝色的羊应该就有一只，欸，在哪里，看，哦，他左边有提示，哦，我没有 VIP 所以不能带宠物啦，所以如果玩家有些看到那一种，哎呀，看起来好好，没有，抱歉，你没有足够的神秘之城来制作，你可以打开什么什么来做一些东西。哦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那就有人会在这边开小游戏啊，弹簧床。哎呦，不见了。哦，所以它的功能非常多。那你如果说不想选择玩家，这边可以右键消失，哦，这边右键可以显示，哦，那我们最主要的是说用简体中文的话，你就可以那个啊，哦，简体中文就可以看到这些字啊。你看我现在这边有穿装备，极速套装、极速鞋，哦，那我们再来试试看，说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套装，哦，那我们稍微等一下我们的峰哥，哦，神秘人，那我们看如何。哦，那他要带我玩床战啊，哦！床战我常跟玩家讲，你要背哦，背书其实就是跟背书很像。我常跟玩家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去背他下一个的物品要准备什么材料。哦，就像我现在直接跟玩家讲的啊，我现在就是脑袋瓜，我要记得就是我要十哎二哎几个铁锭，哦，先去买中介石去包我的床。哦，我要十二个金锭去先增加我的装备，七个金锭去买我一把铁剑。哦，因为先买铁装的话是永久防御十类不会消失的，那这种东西你就要去思考一下说，我今天冲出去死了啊，会不会消失或不见，那就是要去追去用。哦，那我会先做那个盔甲的是因为它死了不会消失，不像我的刀原本是木刀变铁刀，那铁剑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被吃掉，死了之后它就会从那个木刀下去，像这边有粒子效果，还有头饰，普通头饰啊，恐怖头饰啊，哦，哎，我们肯定也来了，还有旗帜，哦，那我现在有头饰，看一下头饰我有什么头饰，哦，是四形的，四角形的，还有这个恐怖海盗，哦，恐怖海盗不错哦，带恐怖海盗好了，那我的头会变什么呢？哦，变跟骷髅的，哦，所以我常跟玩家讲啊，这个就是一种乐趣，你会发现说它有很多那种动作哦，画面有没有看到？我现在是从这个角度看，你那 F5 的话可以换，哦，可以看着你的全角度，啊，或者是说我们看背后，哦，这是第三，这是人家讲的第三人称角度，哦，第三人称角度你就可以看得到说，它玩起来是这样子的功能。哦，那有的会去装模组，哦，模组的话，像上次我有装过那个重力包，东西丢出去它掉地上，会有一个物品卡在地上，那还有一个
动作、声音、光影 很多啦，其实玩家都可以去试试看。哦，那这个是我的空岛的家，我看一下，我上次做一半，他们说要玩，我就先离开了。那一样来收集一下资源好了。好，那等待之中，一样来收集一下我们的资源。哦，那我常跟玩家讲呢，玩游戏耗时间是最快的。哦，就像我这样子直播已经玩30分钟了。哦，如果你真的有在做时间规划，你要去看一下。哦，该休息、该玩乐、该怎么样的，就是要注意一下，不要说我们常跟玩家讲忘我啦。哦，因为很多玩家会习惯就是玩到哎，不知道该休息了。但是我常跟各位玩家讲，啊，真的要我玩就是十点，啊，差不多十点我就已经快要到我的一个时间，啊，因为我给自己的安排就是十点我就是要休息。那休息要做什么呢？啊，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啊，没有啦， 休息就是我要休息啦，但是我还是要做一些后续的一些整理啊跟思考啊，总不可以说我今天直播完了就丢了什么都不用做吧。因为就像我们刚刚看那个自家去吃饭了，拜拜。就像我们刚刚看新闻在讲的，啊，我们的英文总统被人家问了说，哎，那么多人在问你事情怎么办，对不对？等等等等等等很多事情。那他就讲了，啊，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放空。为什么？放空可以思考很多事情啊。如果玩家有在看我钓鱼的那边，他就知道我们钓鱼的放空更多，因为你要把饵丢出去，坐在那边等鱼来咬。那个时间是很久的，哦，哎呀，他有帮我做这个了呢。对啊，我在想说压缩怎么做嘞，都还没时间去学。好了，我来了。好啦，我现在在整理我的那个啊空岛的仓库啊。你如果游戏 OK， 就把我拉进去啊。我还不知道怎么压缩那些材料嘞。一个啊，两组半丢进去，真的是5个32个方块。等等，你声音又变远了。等等，我去压空岛。好。哎呀，我们的肯尼来了。肯尼的话，直播声音很棒啊。但是肯尼就是跟我对话的话，会收到我的声音啊。皮革装跟草帽，好。啊，头文字 D 咧，头文字 D 最近好像我比较少来遇到他了，他还好吧？头文字 D 跟猫哥啊，峰哥现在又有一个我的现在要说我的帮手，他也要来加 Happy 手，我请他去我们的频道打字。你叫他打 P， 然后打他。哦，斜线 P 打他的名字也可以。好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有时候要教我啊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用啊。要等他打名字。那个，你给我一下，你要。你说空岛？空岛吗？空岛，我没有要什么啦，我现在只是说。如何把我材料压缩？先把机器人练上去而已啊！我现在还有很多不会玩的。说你要压缩什么材料？每个木材都要压缩的吧？已经满一箱了啊。啊，糟了！那个再学没关系啊，我们先来邀那个啊，邀玩家一起来玩床战啊，这种哦，等很闲的时候我们再来玩，因为那个花时间的东西。会让直播没有乐趣。邀你咯 ，AW 阿伟。妈的嘞，四个。啊，加入啦！所以现在你我还有阿伟，还有谁？四个啊，现在已经。对啊，最满四个，那就先四个啊。因为船长我就是先守家，负责呼唤你们啊，对不对？负责呼唤说，哎，要帮忙，要顾家了，不然很多东西我还知道怎么买、怎么玩、怎么打哦。
哦，这个音乐盒是我们峰哥做的。哎呦，底下怎么又有人做小密道？哎，峰哥来做的还是头文字 D 来做的啊？啊，是哦。空岛的底下啊，哇哇。呵呵呵。是啊。哦，这个、哦。底下了。我们。你的音乐盒底下有一个鹅卵石的地方，没关系。哎，不知道红绳哪样。还好啦，剩一点点，有声音我会提醒啊，因为你如果太吵杂，会耳朵会痛啊。因为我跟那个，我昨天跟肯尼还有那个跟那个什么，跟我们另外一个也是啊，他的声音会一直回啊。好。哎呀，他的声音一直回，我就觉得听的耳朵快爆掉。所以我一直强调说，我们能够轻松聊会比较好玩。哦，那峰哥你就决定了。我们如果现在四个人的话，你就是看要启动就开始玩了。现在阿伟在线上，你我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我先要肯定啊，那个 Skywalk。小美，你先玩那个 Skywalk 是 Skywalk。Skywalk 跟 Baywalk 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一个是空岛战争，一个是那个虫子。Skywalk 啊、哦、，Skywalk 是空岛战争。我记得空岛战争不是要我打很久。不是空岛战争比船战争快，那就先空岛战争算算看啊。空岛战争造成船战啊，因为我记得空岛战争好像有蛮多要学的。或者如果有 FP 加加，我就可以了。喂，哎、欸，红爷啊，红爷满慢了一步，我们现在四个人满了。没有，我可以邀你邀他。可以邀。船战争很多人都可以。好啊，那红爷，你的名字再打在游戏上一下，我加，我帮你组队。我刚学到了，可以组你的。啊，我打在好康威城区。枪口。打在公开聊天还是？那个好康分享区。好康，好了，你要把你名字当好康分享区，好，你打一下，我来组队，因为我们刚峰哥，我之前有跟你讲，峰哥叫我玩这个啊，不然我也不会用啊。他现在说我可以组啊，你跟我讲我就来组你啊。简单的名字。嗯，好，我来组看。啊，二零。有邀你了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收到。有了，对啊。等我一下哦。我本来以前要更简单的，后来被一些规定规范，我就不能够设定那么多。哦，反正我待命啦、啊。那个 A W 阿伟在待命啊，峰哥准备啊，再來就是看那个谁，那个我們哦，有进来，红爷看如何啊？肯尼，哎、欸，肯尼有加进来吗？不知道，要完之后跟我讲。肯尼进来了，他神秘人，肯尼在对我，神秘人说他在忙一下的伺服器。哇，对，现在应该可以啦、啊，峰哥，你准备一下就启动游戏吧。Hello， 是肯尼吗？嗨 ，A W 是阿伟，肯尼没开麦。不要开了。不是 A W， 他进来了。哦，好。好，开好。好，开始。先，他说先空岛战争哟。没有吧？一场玩再玩那个啊，再玩我们再玩那个床战啊。你要打空岛战争，至少也要打二 v 五。然后就玩那一场吧，因为我记得这个好像很快就死掉了。看你，怎样？完全没有啊！这个是疯狂模式哦。我现在以为啊，我跳的也不会吗？嗯。你是管娘，你是？刚才设定有没有调回来？不是啊，我要这个剧毒药水干嘛啊？喷自己哦。帮喝白眼药水。你们是不是没看过我的那个 Skyward 实力？真的超废的，我不到几秒钟就会死了。好啊。不会啊，就多练习啊，躲起来、啊。我现在是躲起来啊，躲在地底下，躲在地底下就好了，叫别人不要来。我好可怕，好可怕。
又在一直想射我，但一直射不到。那他射到怎么办？射到就躲好一点了，有血就赶快补血啊，不要让他没有血啊。射不到，你屁了。我打的痛比他痛。屁的！哇，你被0308杀死了。对啊。你他妈，我刚明就打到他了。为什么忽然看不到我有合成台？你来合，你来合成台。你已经把那个中间占据。叫什么名字？阿伟啊，那个讲话的是 AW 阿伟。他的外挂名叫啥 ？AW。一样。哦。安静了，我没声音。现在肯尼在干嘛？肯尼在耍憨。哈哈，在耍憨。他在 A 四的店。我刚才卡他走位，因为我刚在他方块上面拉，不能叠方块。他刚跳一块，我从他不能叠方块。我现在这里又不幸运跌了这方块。跌啊，你跌啊！哇！幸好被打死了，所以要站在中间哦。占领要站在中间，对啊。你不该出来，你出来就会死了。哦，皮尔，峰哥是哪一个呢？峰哥就 F 开头的。F， 你妹妹 F 开头的。A O A U O F H 说错了。A U O F H 哦，那个 cast。那八 G Q 那个是谁？不知道，不认识。他好像也是，别提了，快点的，赶紧的，别过了，赶紧的。他两个。六。这里。这不是我刚的地方，哎、欸，等你去我家哎、欸。我家没条好东西哦，那也不能拿吧？可以啊，我还有在自杀。哦，去箱子拿就对了。哎、欸，又要重新了。啊？你刷新？我中间有复活塔呀。我相信肯定办得到的，我相信肯定可以吧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记得空岛战争要杀很久啊，我还有倒数1分46秒，有倒数哦。我是杀，我是杀很久啊，只是。这是只有太慢。是真的太慢。
就剩剩到两个啊。中了，125秒或者十块呢。肯定要你的对面那个家里面了，肯定。你要正前方那个家。可以了，他们准备要过去。哦哟，两个要厮杀了，杀！他们两个都有召唤哦。啊，跳下去自杀了。摔下去不会死哦。还有中介珍珠。哦，我以为要跳下去耶。他要死了。他不是死了吗？我刚刚剩八具还在啊，那个瞬移就我刚看起来以为他被杀死了。没抢回，你按一下斜线，然后按两，然后用斜线按他。斜线怎样？跟你讲话，然后按斜线按 tab。然后你电脑就宕机。哈哈哈哈，你干嘛叫我去宕机啊？这插线太多。难怪我那天打一打忽然断线离开了。没有啊。我刚才。啊，怎样啊？怎么结束了？有啦，来啦，有啦，龙出来了啊！末影龙出现了啊！龙出来，那就快有啊！他掉下去了，掉下去又没事哦、喔，啊，死了！哇，可尼太神了吧！他丢中介珍珠又爬起来了。他被骗。太厉害了，可尼直播秀，回去自己剪精华。准备要决战了，那他两个要对砍的，对，哎、啊，又掉下去了。决战，一触即发。哇，掉下去了！哇，他用中介珍珠飞来飞去，那、啊、他输了，结束。肯定耶。那我们这么多人能打床战吗？可以，四个可以啊，打四人就好了。那、啊、打四人都开不了吗？哎，别哦。不要再空岛，我不出去了。我躲起来啊！空岛太危险了。我是真的不想玩，不想玩别的，我想玩枪战。加一场啊！对，六个。最多四个可以枪战。不要去。我刚听到沈沈音很大声，那就是掉下去，还抱我，是我 A type。你是谁呀、啊？玩女。那下一场嘛，下一场来玩那个啊，玩船长的啊。船长里面比较喜欢厮杀，就玩船长啊。哇，肯定好棒，肯定又把他打到下面去，又杀了一个，啊，自己跌下去了，跌下去就没了、哦。怎样？肯定也跌下去了。所以峰哥，你这次也是 VIP 的哦。好荡哦，呀！这太荡了，小心一点吧。可以把我家的路封住。我也很荡。啊？你是谁？神秘人啊，神秘人他很荡啊。电脑很荡啊。对啊，今天太多人在玩游戏了。我说我的后台很荡。你没打我是不是啊？是谁啊？你说的好谁？刚刚说话的神秘人啊，现在是峰哥跟他对，跟另外一个对打。峰哥，你要打那个谁啊？那个是红爷啦。那我不要打啊，来不及了。
所以说不认识名字 啊，就自己人打自己人。有善有人，有善有人，有善有人啊。是啊。我中间有两个人对杀了，中间有两个人对杀了。峰哥，赶快去趁机打中间的。啊，这里没有自己人，那个非法合作被喷。都死了。中间剩一个人而已啊，峰哥。是剩峰，哎、欸，不，剩另外剩外两个，峰哥换游戏啦。那也是的。这两个我们不认识啊。叫我们。不认识我们就换换那个啊，换船长啊。船长，船长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我那个超能力重战。可是峰哥，你要先重开一下，因为你说你会那个。我六个车长了吗？我们四个。我们上次有六个吗？四个吗？不是四吗？六个。IS IS AW 峰哥肯尼，还有红野啊，红野是 Max 啊，就五个啊。那还有一个谁要问？要问峰哥，峰哥你那边还有一个人呀？我们是那个 Y 一。Y 一哦，那还有个 Y 一呀？对啊，那就六个啊。那怎么办？啊喏，那玩什么？玩杀手啊，密室杀手，我觉得密室杀手很好笑。OK， 等一下玩一下密室杀手，我不想开人群。对啊，密室杀手啊。比较想打场战，因为风岛没有职业，风岛没有职业打不下去啊。这多了没？现在这很多了，但是我不想打，是太多了。那我们踢两个玩，对啊，我们踢两个，然后玩那个叫什么？玩那个，就那个比赛的，等我一下，比赛的场战。不是，这个比赛有了有了有了。哇，有外挂。有。B A K E R 开头。难免的、啊，难免都有外挂啊。哇哇哇！你上来了，所以你现在要干嘛？现在还在空岛战争，我在用弓箭射人。啊！我被偷袭了，我被偷袭了。你们开始了？没有啊，我还在空岛啊。哦。等峰哥啊，峰哥好就切游戏就跳走了、啊。谁要走？谁进来？我以为是要玩，我是要玩那个，密室杀人，密室杀人，我们这一群才能玩啊。等我一下，我等他都不接。因为你要玩床战六个人，你又没办法玩。对啊，要符合所有人很难啊，太多人要玩就是只能那个啊，通用啊。如果真的要玩，就真的要踢了。嗯，对啊，大家都舍不得走啊。你觉得要踢谁？哎，我下去。还是玩这个啊？我那个，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游戏，看你玩。不用玩，那么快。就开开看啊，一个就是开开看来玩玩看啊，看好不好啊？可以啊。他都跑光了吧？要等着给你帮我。那个想打重战的人打重战，想打别的打别的呢？那红叶你要邀啊，要打重战的跟你去啊。现在这个是做什么？我说你做。什么东西？我说你做是三维。哦 ，Y 一是这个 PVP 嘛 ？Nine N I G H 这个 PVP 哦。Y 一是啥？你只需要知道这个字样的
红哥解说怎么玩？这个我不会玩。我不会玩这个啊，孩子。我也不会啊，不要急啊。我好像玩过类似的。哦，这个我会玩。啊，我知道有毒的马铃薯，笑死了。哦，他会说要怎么玩呢、哦？是考验反应的吧？嗯，对啊。等我一下。不懂了，我去。嗯，先把我的包包。哦，靠！啊，镜头回放那个，这怎么歌曲？这乱用而已。羊会被我们喂死吧？它会一直吃吗？不知道。大家坐上矿车哦。这样有游戏，移除药水啊。这个熔炉。哎呦！哦。吃到饥饿条满为止。哎，怎么看不出来吃饥饿条？哇，那个很会杀啊！吃的是啊，你吃的是不是？哦，好无聊，好无聊。啊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不会啊，这蛮好玩的，蛮好笑的啊。哎 ，M 是哪一个？就是 M。M 是那个，是那个叫什么？太好了。你说英文字啊？密室杀手。就那个杀手，就谁是杀手？对啊，谁是杀手？英文我不晓得哎，我这边是用简体中文的啊。那个吧，这个。对啊，密室杀手啊！好，什么是干色还是绿色？我不想玩了，拜拜。OK， 红爷拜。所以峰哥，你好常跟游戏上跟玩家讲的，你怎样？没事。要让大家满意很难呐、啊，真的，每个人要玩每个人的游戏。我拖拉平平很不爽。来了，又来了，人呢？找地方躲，赶快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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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没人理我。啊？没理我，我来了啦。没人来了，等一下，我们那里谁是杀手、啊？你把名字打上去，我邀你组队啊。一起来，还没打过。这个有打过，我再找一下名字啊，等我一下、啊。霸王挑战好了。啊！被杀手杀了。真是。挑战太多人了、啊，玩不下去啊！刚刚那个谁，红爷玩不下去，不然你去找红爷玩啊。红爷他刚就是说玩这个都好无聊，我觉得还好啊，玩小游戏，大家乐趣一下而已啊。O U O U O 吗？有邀你组队啦。
金融王妖猎组队了，你来看一下吧。有了。对啊。Kenny 是加不是走了？队伍，我们的队伍有多少人？我也不知道怎么看你啊。斜线 P 关斜线，哦，斜线 P 的 list， 斜线 P 的有 ISD。我们现在队伍有五个人啊，峰哥队长啊 ，AW， 还有 YE 的那个，还有金龙，我们现在五个人啊。那我们现在还有五个人在游戏线上啊，还有谁活着？哇，还那么多人活着哦！看一下我们阿伟现在目前拿了一个金锭，好，他在努力的跑当中。好，哎，跳跳跳，哎呀，不对，是我跳下去了，我刚以为我 bug 哎，哦，还有一个空岛哦，哎。哼哼，错，这一关杀手要杀也不好杀哦。走到一个外面可以躲的话就不得了了，还可以坐在这个娃娃坐在那个墙角落。哎呦，那我们的峰哥呢？哦，峰哥也在努力跑。好，既然峰哥努力跑，哦，杨斐跟着他去做直播，跟着他屁股了。啊啊，两个地上，两个死人。哇，我杀错人了。哈哈，是哦，哈哈。我喜欢蛋糕，哎，好好玩，那名字也写我喜欢蛋糕哦。六十秒后，平民将会胜出。好，现在目前还有四位平民。哦，攻一掉落在地，攻二位掉落在地，哦，所以就看如何去杀，杀杀杀。好，再来的话，我看下一个还有谁可以去让我关注他一下？我看一下我们的，啊，一样是我们的峰哥而已了。哦，这边有提示，欸，如果你看到了杀手，请保持冷静，然后快速跑开。哦，现在还有倒数25秒。哦，如果杀手再不把三个平民杀掉就结束了，但是杀手已被阻止了。哦，所以每个人死掉还会写讯息耶，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是我那个吗？对啊，你那个被干掉了，我有看到，我刚直接傻眼，我刚跑在跑的时候直接飞起来。对啊，你问 Y1 啊，他会不会那个啊？所以我们队伍一样还有五个人，队伍还有五个人啊，剩四个，我们可以玩床战。有，哦，有退掉了，哦，金龙退掉还是怎样？不知道。对啊，金龙退出游戏了，他可能又断了吧。好啊，那就剩我们四个啦，啊。啊，那个谁，峰哥，你没办法开冷气吹吼。啊！我说你没办法开冷气吹吗？不是，有风声了，一点点风声。但我也是研究了快半大半年啊，怎么讲？我也研究了大半年才把麦克风用好一点而已。只是有时候网路会慢。我现在是要把画面切四个画面，才能够看到我的平台工作平台状况如何。要开始，那有人退掉就要重来了。2、1，进入游戏 ，Go Go Go！ 哦，所以在玩船上，我都跟玩家讲啊，一定要先集到12个金锭去换铁装，啊，24个可以去换那个现在铺床，24个铁锭换中介石，哦，大陆字叫做我们简体字的末地石。先扑过去对面。好，你们加油，能快杀就快杀。啊，有摔下去就赶快再爬起来吧。
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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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来前面稍微顾一下，前面左边右边，你们赶快捡资源。左右边目前都没人。好、啊，中间加油，快快扑就赶快扑过去了。垫高一点，垫高一点。我先垫过去，先垫过去，先垫过去别人家。直接垫，直接垫，直接垫，垫高一点，垫高一点。你有洋娃娃？垫高，垫高，垫高，再高，再高，再高。再高啊！干。妈，我现在是临时出 bug。哦，所以玻璃是12哦，中介12四颗。哦，金红都要叠上来了。有，我把它打去。太久没树叠，我现在整个啊、哦，我现在整个变残废。因为那个啊，那个就是本来就是会这样子啊。那个，做了太久没玩了，然后整个现在直接变残废。对啦，所以熟练度很重要啊，不熟练很容易挂掉啊。金锭丢着啊，赶快去买刀啊！金锭六颗了，哎、欸，有的话赶快去买，赶快去买，你们去买刀冲吧，我负责先在家里看着。那你们看左边右边要不要去抢钻石啊？没错吗？看有没有办法去抢钻石啊？没错。所以 Y1 也在帮我盖家、啊，好，中间红队来了，红队来了，哎、欸，中间红队来了、哦，快快快，中间哦，他冲进来，冲过来，跳过来了 ，Y1 没听到我讲话，他有听到声音了，好，把他打下去了 ，OK，Y1 把他丢下虚空了，好，Y1 在盖家，我往左边去盖，往左边去盖那个钻石那个岛。我看我拿新鸟各位直接拆啊，那个、啊、哎、欸，转过来，那个，等一下你们去吸人，我们是等一下你去吸人，然后跟 AW 讲话 ，AW 可以讲话、啊。对，去吸人，你们收好家伙，我们是跟我冲，不用理他。等一下我们是跟我来。哟，我把床拆掉了。哎，中间，回家，中间要来开床了啊！我还差一步，快，中间跑出来。两个都坏了。没事，刚刚死一只。好，来不及了，床被爆了。我那去他家。我跑不回来。红队还剩三只。好。对不起，我刚没有注意看，我们是四打四哦。没事。哎呀，我应该躲一点。我刚刚想说去冲，他们累死一点。冲拿钻石，他在右边绿宝石哦，前面右边拿绿宝。OK。讲好一起走啊，可以喊一下峰哥，你可以喊一下那个 AW。我中间看他们位置。这边有四颗金拿去。哎、欸，先去买你们的装备，我现在还没有装啊，我先垫后就好了。哇，我们的小心，万一被杀掉了，三对三，小心一点哦。不要一个人独冲啦，去骗他们就好了，能拿资源就先抢资源啊，玩这个就是要抢资源而已啊，不然很惨啊。所以峰哥那个神秘人他应该也是挂了啦，那个 DC 挂了，游戏应该也挂了。闷香都在中间，有一只要冲过来。等一下，你要守好，我们一起先排一个路，不要。先弄铁装，等等。我先回家。Y1 断线了啊！我在插那个时候，他先下。啊 ，Y1 先下了。对。啊，中间有一个红色跟我对峙哦，你们都准备一下，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有装备哦，我武器也没有，我先回来。来了。好了，先推进来。好了，就先推进来。拆颗，好拆颗。我都丢材料丢那边了、
他要不要拿40颗铁锭把它炸下来啊？还要回去。那我刚拿火球啊，然后他先说我。先看状况啦，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冲出去钻石那一些的啊，不然就是往左边先拿钻石啊。我现在在车上，在柜子。不然要冲吗？要冲就来了，三对三了呀。可是我没有装备，我没有武器哦。你插多少颗金锭？我现在才两颗金锭而已啊。我两颗拿金锭。对啊，我还在收集金锭啊，才能够拿武器，还有六颗了。现在我要十二颗，先换铁装啊，铁装比较耐打、啊。A W， 你先不要一个人冲哦，小心一点哦。看到你在中间前面那边， okay, okay. 对。我是在拿绿宝石。好，小心一点。我现在八颗金锭，我要先拿铁装啊，不然太嫩了。有了三颗。那个铁锭有一组多了哦，峰哥，你可以看要不要拿买东西。有一只红色的在上面那一条路。哦，他们过来的话，我先。哇，他还有。你小心一点啊，不要被围哦，正中央中间的塔，中间的岛。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。他是撤退。挂我手那里吗？他撤退回去买红苹哦那个苹果啊。我现在直接在这里，哎挂我这，然后我就不拿了。还有没有办法拿钻石啊？增加风力量啊！哦，增加那个刀的风力量啊！我现在有铁了，铁装了。我再买一个火球。我现在没有武器而已啊。我在想要不要买个隐形药水。那你们啊？我买一个火球，现在正中央上面看一下啊。他们有隐形。哎呦，我在跳，我都怕自己摔下去了。中间有一颗来。这边等下他一挂，我就换。我喝一下隐形药水。可以，看你要不要他妈的。哇，那个跳很高哦！哇，哟，他下来了！打他，可以打他是吗？哎呦，我死！哎呦喂，我呢？叠高高，好危险哦！哦，继续。哇 ，AW 挂了。对。对，你走。满地都人头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那是粒子效果。哦。哇，他们有钻装嘞。好歹还好，我直接一发我就滑下去。有个没有？小心！啊，有风哥，他从右边炸我们了。他哪里炸了？我没有签名，给我吃亏。还有隐形的，还有隐形的，在右边，钻塔的右边。我刚看他在砍那个羊毛，他有隐形。他下我了吗？他下我了吗？他在我的底下，在正中央，正中央底下，他跟我对砍呐、啊，一个隐形的，还有一个中间在底下这边。哇，峰哥，我看你快挂了，我剩两滴而已，值了。那个隐形的在我旁边吐啊，有点不太优，有点不太妙啊。嗯，没关系啊，刚床没顾好就损失了。他们三个一个人，那你是卡方块怎样？好，他们摔一个了。好，搞定。摔一个了。对，中间两个，中间右边，中间右下一个拿的金苹果。哎，他们保护我那些吗？不晓得怎么保护、欸、他现 在中间的岛啊，中间的岛跑来跑去。他们保护啊，就是他们有父母、啊。看 AW 知道他穿的装备有父母吗？我看一下。
有，他们的头盔有父母。见了。来了哦，中间过来了，峰哥，中间过来了哦。进来了，家里了，在你家里门口了，回头了。那我们家有他们也有父母。我在他们家哦，对不起，他们两个回家里了。他们现在装备几乎都情况吗？民装吗？没事，我在他家门口蹲着。你过来，我先把他轰开。但是前提是我要先确保我不会摔死、啊。小心，有一只要来。先扩大一下。他喝。隐形的，走过来了，中间走过来，拿金苹果。在中间的路了、哦、中间那边快过来了，来了，对，好掉下去，哎，那么掉，有掉了，剩一个，可以，好，他被你炸下去了，他现在跑到我们家的后面了，他拿弓箭要射你的，他拿弓箭捅你的。真的浪费资源啊，反正我现在没有，不是安全师，我先收一下钻石，不是啊，绿宝石，可以收一收去他们家买啊。他现在住我们家，那是他家。哦，你知道他现在在的位置是我家吗？他现在在我们家，对啊。是有没有那个模组？他在我们出口左边这边站着，在思考要去拿钻石了。我这炸下去就死掉了、欸，啊，好可惜哦。这样变成我在直播他不好玩，我应该直播峰哥啊。直播敌人。哦。现在在中间的路上。中间哦，走来中间哦，峰哥他走来中间哦，他现在往你那边冲刺了，他又停起来了，没有逃，又走回去了。哎、欸，他掉下去了，剩下五滴血。五滴哦。那绿宝石这边。但是他会恢复。吃金苹果啦、啊！他在你的右下方，右下方中间的岛右下方，你在上方，我有看到，在你的右下方。他现在在正下方，在你的正下方的峰哥，正下方。啊，他有金苹果，我已经回好血了，你小心点炸，把他炸掉，碎啦！碎啦，好可怕，隐形很可怕哦。欸，隐形真的很可怕欸。也要10:15了哦。哦，峰哥改天有机会看一下玩什么，我们再研究一下啦。其实有时候要符合大家玩的真的很难，因为好烂哦。每个人想玩的。他打算我们都有外挂欸。对啊，一定的啊，本来就是的啊。我先退出了哦，15了。好。哦，谢谢啦。那个我先把直播关掉。还可以继续聊，先关直播了。